美女，让我过来，到底想卖啥东西啊？就是民国的钱，古董，你要不要？民国的钱，你先拿出来我看看吧，到底是铜板还是银元？中，你看看吧。哎呀，这都是银元啊！你这攒了给啥东西啊？这反正我洗也没有洗掉，你给我好好的看看吧。那你说的应该是这三块吧？好对，像是清洗过。啊，是的呀。老包浆不好清洗，银元一般不能清洗，清洗也得是我们专业的人士来清，要不然的话会影响它的价值。这样，我先看看你这都是啥东西，中，好你吧？搁这，你给我好好的看看，我多先大放呀？地上，放地上，放地上。哎呀，大头，三年的。其实这个大头啊，分四个年份，民国三年、民国八年、9年和10年。这俩是民国10年的，哎呀，这个三年的，不过这个三年的还是带板别，这是甘肃版的，明显的，对，你看开口背嘛，这是它最显著的特征，还分版面对，还分板别，哎呀，这个是小头，小头，哎呀，总共是这边是6块的啊，哦，总共是数量总共是10块。对吧？这三块应该是清洗过，啊，这这是没有你洗掉，不没好洗干洗。净，那是不好洗干净，三年的，好在你没有特别暴力的去洗，你要暴力的去洗啊，对它的价值影响很大。这个是，哎，这个也是三年的，没啥特殊版别，也没有说八年的，因为这个八年的大头数量比较少，价值会高一些。板别嘛，像这甘肃的也就比这普通的贵个一两百块钱，贵200，哎，贵一两百。这东西多少钱是？你这要卖，我想问一下，咱这东西从哪弄的？你提起来这东西，我都因为啥要卖它吧？我看见呢，都气不打一出来生气。咋回事啊？你看，这俺这门口不是前几天修这个东西挖了吗？哦，这是您家门口，我确实是刚修的。对，这不是挖这个时候挖出来一个罐子，罐子里面带的。哦，就你意思就在家门口挖出来一罐子？对呀，那挖出来的不是俺的吗？那是这邻居看见了，乱抢，你看都那一哪一家？前面那一家。哦，你说这里面那一家？对，啊，给人抢走了，不愿意给。不愿意给。对，你说俺家东西，你管不给俺吗？对不对？那是。然后就因为这，啊，还吵架，啊，吵架他不给俺，后来我报警了。哦。报警了，对，我报警了，人家不是警察来了之后，这刚开始他不愿意给，人家警察把他逮住了，拘留3天，哦，拘留3天，对，回来领才给，才给嘞，哦，这给了之后，都这，你像邻居的是吧？见了面现在都恨不得都想骂人，哦，你说这10块银元等于说就是你邻居给你的。给要过来哎，对，要回来这是俺的东西。那是那是那是。然后我天天我看见这东西啊，我就想着都生气。那是，你说搁咱家挖出来的肯定是咱家的呀，对呀，啊，那肯对定不了，对？不讲理了嘛。你说这一下，你说你他说抢走了，那就算抢走了呀，是对不的呀，对？啊，那这要过来也行，要过来也行，以后慢慢再那个啥吧。我一看这肯定也都是多少年的老邻居了。对，这都不是老邻居吗？啊啊，因为这个生事的，所以想卖掉。我都想把这些东西给卖了。那行，我看下边，值多少钱？这样吧，我下边给你说一下。我看里面有9块大头，有1块是小头，小头价格便宜点。像这个小头是开国孙中山的头像，像这个呢，我也就能给600块钱。600卖了。啊，然后其他的大头呢，也就给你按1000，按1000。然后这个甘肃版的给你按1200。这东西真值钱吗？那是啊，那你这样一说，我得把旁边这一家邻居的，我也得给他要过来啊。哪一家？哎，这旁边那个角这一家。哦，你说当时挖出来一罐子有很多。对。啊，哦，你说这一家也拿了。对，他也有。当时我只顾给他，给生气的。哦。我想着不值钱，都争口气给他要回来。哦。这你说真值钱，我得要他家的，我也得要回来。他不给我，我还得报警。这多长时间的事儿了？才几天的事儿。那是，我看你们这个台子这刚修好。对，就才今天才干。哦，那你要是确实他要是拿了咱家的，那
还得给真得给要回来，因为这不是仨钱俩钱的事儿。你看这十块，这万把块了。对呀、啊，我都一听你说那直线、嗯，是吧？这能闹了，我再去找他去要。那行，那你要吧，要吧。咋说呀、啊？你不行的话还得报警。那你说着呢？先、说实话，都是多少年的老邻居了，啊、先。人家咋说了，先礼后兵，对吧？先给人家好好说。是的，咱也不是那不讲理的人。哎，对对对对，那这些银元先出手还是咋呢？出了啊，卖了是吧、嗯？那行。老板，你看我这十块银元值不值一万块钱？我先上手瞅瞅吧。哎，给一万块钱都卖了，知道不？天黑了，记着用钱。哎呀，这都是龙羊啊！四块银元，你想卖一万块钱？对。是吧？嗯，价格公道了还。价格公道。嗯，看来是之前卖过。对，上一次也是十块，卖了一万块钱。四块卖了一万块钱。嗯、对对对。这个是造币总厂、嗯、，PCGS 给的是30分，品相一般。我不懂，反正你说这分那分，咱不明白，反正都这样的盒子。哦，这个是江南甲辰龙 XF92。嗯。这面也可以，流通品算是通货。这两个好像都是湖北龙吧？嗯，这个是湖北的，这个也是湖北的，两个湖北光绪，也都是 XF92。嗯，四块一万块钱，这东西肯定不是你的。哎，你怪会猜，这东西确实不是我的，不是你的，俺老爷的，你老爷给你的。我偷拿了俺老爷的，偷拿你老爷的银元出来卖，我都拿十块了，之前卖过。嗯，对，要不我打懂价格，一个2500。哎呀，你还懂价格？你连什么银元都不懂、嗯，并且他们的价值你也不了解，上来就卖。我懂，知道不知道？一个2500，我不跟你说那些了，我赶紧急着走嘞。你咋回事？收收，这是碰到事儿了。确实碰到事儿，我还是给朋友约好了啊，我急着打牌了。啊、哦，跟朋友约好了，嗯，对，去打牌。现在目前就三缺一，三缺一，对，打麻将。嗯，手里没钱。我的天呀！就为了打麻将？对呀、啊。偷偷拿你老爷的这个银元卖了？这半个小时前我才拿出来的，俺老爷不知道了。现在。哎呀，你这样，嗯，虽然，你看啊，这是你老爷的银元，对呀、啊，关系这是很近了，对呀、啊，是吧？但是你这偷偷拿，性质也不一样。哎，不碍事的，俺老爷知道了也不会怪我。嗯，知道不知道？他知道的话，那你说是当着他的面拿，他不怪你，那无所谓。但是你现在等于说你老爷不知道，你偷偷的拿，已经改变了性质，你知道吧？哎、我不告而取，视为贼，明白不明白？你这是盗窃。我盗别人的是盗窃，我盗俺老爷的算啥盗窃？俺老爷的东西都是我的，对不对？嗯，老板你也别说其他了，我知道你的心思。嗯，你是不是说我偷拿老爷的银元压价格？这样吧，我让你9000。九千块钱。对。哎，你对银元真是不了解。这样吧，我先给你估估价，行吧？嗯。我先给你估估价。好。这里面啊，这三块都是省龙。嗯。这个呢是造币总厂，龙阳三剑客之首，品相一般，嗯、但是。毕竟是 PC VF 30的，嗯，像这个就这一块就价值2万多。你说我投错了，这还就这一块价值2万多。然后再说一下这三块，两个湖北龙，一个甲辰龙，嗯，都是省龙，然后 XF92 的评级，像这个一块也得在4000到5000左右，明白不明白？就这四块银元放在一起。最起码3万以上的东西，你现在想卖1万块钱？不要紧，三万是正常卖的，我这是偷拿的，价格不一样。哎，不，这些东西啊、嗯，贵贱我不能要，我给你估估价。我劝你，老弟，我劝你，还是给你老爷拿回去。我不能你啊，我给朋友约好了，我不能失信于他。啊、嗯，8000，你拿走。再给你降一下，别降了。三万的东西8000，咱俩别，东西还是你的，还是拿走吧。确定不要？确定不要，你到别处转转吧。好，正好你也给我完价了，3万，我卖给别人2万，总别人能要吧，对不对？你好，想弄点啥？想请教你个问题啊。价值100万的银元，你懂不懂？价值100万的银元。对，叫你看看。我先上手瞅瞅。嗯。
我就这一块。对，我的天呀，河南省造的，嗯，我这是真没见过。我搞银元搞的时间也长了，第一次见到河南省铸造的银元。我也是第一次见。你也是第一次见？嗯，对。那你怎么知道它能值100万呀？这个东西你从哪来的呀？别人顶账的时候给我了。别人顶账？嗯，对。啥情况？你讲这个银元嘛，这个银元有历史。这个是他太爷爷，太爷爷的爹，这都得100多年了，祖传一直到他家流传到现在，传家宝。你太爷爷往上数，太爷爷的爹。嗯，对。啊、哦，祖传100多年了。嗯，对。这是你家的？不是俺家的。啊？是俺这个欠我钱的这个人他家的。哦，你这意思就是有人顶账，拿这个银元顶账了。俺俩关系也不错，相当于也是发小。发小？哦，对。你让我捋一捋啊。嗯。就是你发小借的你的钱，嗯，现在没还你。对。拿他的传家宝顶账了，嗯，说这块银元是他太爷爷的爹，嗯，传下来的。对。这块银元值100万。对。啊，等于说他欠你100万。嗯，不是，欠我50万。欠你50万。嗯，对。然后拿价值100万的银元来抵。他拿我的钱拿走很久了。哦，知道吧，他作为亏欠将他另50万补给我。哦，算是利息。啊，嗯，对对。明白了。对。你今天到我这儿来就想看一下他真正的价值和真假。嗯，是吧，看能不能值100万。能不能值100万。嗯，对。我先跟你说一下啊。嗯。河南省铸造的银元我没见过。如果说是真的老的。还是库平1两的，我估计啊，值100万应该问题不大。我也没见过，反正没见过吧？没见过河南的啊，是，那因为在我的这个认知点里面，嗯，河南省没有铸造过银元，只铸造过铜板啊。银元呢是晚清那时候的大额货币，嗯，铜板啊相当于现在的零钱，只铸造过零钱，没铸造过大额的，更何况这还是1两的，你记住。只要是清代铸造的银元里面，库平1两的就没有便宜的，都是贵的。那都是贵的。嗯。但是你这个东西，我现在看着啊，你刚才说是祖传的，嗯，家里放了很久。对。咱先说就这表面的包浆吧，嗯，这表面一点包浆都没有，这么亮还带光。对。这就有点不靠谱。想把一块银元从100多年放到现在。一点包浆都不生，那就必须得密封的状态。它是包装的特别好，是用什么磨来的还是咋回事？那你现在这不知道啥情况。嗯嗯，从我们行内人来说，这没老气儿。啊，从你专业角度来说啊，这个东西没有老气儿。对，没老气儿，嗯。另外呢，刚才咱也说了，河南省的银元我没见过，河南省没有铸造过这样的银元。那在我们行内又来一个词儿，叫臆造。嗯。没老气儿，还是臆造的。现在我从这个手上看的话，应该是银的。嗯，这叫真银假币，几个点结合在一起，嗯，就是假币。对，就是假的 啊，假的。但是这好歹是银的，你100万肯定是值不了。但是我估摸着啊，银的还是库平1两的，你看比普通的银元要大一些。嗯，这个能值个几百块钱，几百块钱，100-200的没问题。几百块钱也不行啊。那你朋友给你抵多少钱来着？抵100万，一开始抵50，抵五算100啊。他借你50万，啊，对，你反正这个东西别说50万了，嗯，500块钱就一大关。所以你听您这一说，50块钱我也不要。那你这东西不能要，对，你得去找他，还是要我的本钱吧？对，还得是要本钱，嗯，对不对？你都对这个音乐不懂，你就出现顶账啥的，咱别去接。你除非是懂的东西，你可以去拿着等抵账。所以说我拿过来先让你的专业人士看看，我都不敢承诺的。啊，那是那是，这你从这儿来看，你这个朋友啊，人品有问题。啊，你说你把钱借给他了，现在没钱还就没钱还了，还拿假东西来骗你。他可能说的是祖传的，但是我估计他也不知道真假。那你刚才就说了，就一点老气都没有，怎么可能祖传的呀？谁家祖传这么亮，对不对？就这一点就是假的。来来来，拿着拿着，嗯，回去找他问一问，看是不是拿错了。哦，真骗我，河南省的银元都没有，我给他说说。这我1000块钱给邻居那买5块银元，你赶紧给我看看真假。我先上手看看。行行行，都是带龙的，我特意挑的。特意挑的。嗯。
你还别说，你挺会挑，那是带龙的银元可比普通的银元价值高呀。那我都瞅明白，当时我挑的时候我都感觉这个龙的少，其他的那个有人的多。哦，你邻居从哪儿弄这么多银元啊？俺邻居俺同学俺都叫他叫洋洋转业户，他猪猪呆呆都洋洋。他这一次啊，准备把那个老羊圈给扩建，那个老羊圈也得有点年头了，我估计比俺爷的岁数都大。哦，那种用石头垒起来的，哦，还没有钉。然后他扩建的时候挖出来的，目测啊，估计得一二百块。一两百块？对，我喜欢那个，你也不吃，不让你吃亏，二百块钱给我一个，然后跟他巴巴尖尖，都这带龙的少，一般都是那个胖大头吧，好像是胖毛的。啊，那是袁世凯。啊。你说他家养羊怎么放这么多银元呀？一两百块可不是一个小数目啊！你这都不懂了啊！刚才我就说了，他猪猪代代都养羊，他跟俺种地的不一样，他一直养羊，养羊他比俺种地的挣钱多啊！哦，祖祖代代一直在你们村养羊。对，当时我记得俺爷说还批斗过他爷了。哦，说他是那个什么地主、土鸡刀疤那一类的，反正富农之类的吧。明白了，明白了。哎呀，那你这是捡了大便宜啊！那你给我看赶紧能赚多少钱。能赚多少钱啊？你是多少钱一块来的？千块钱买五块。两百块钱一块。对啊。一千块钱买这五块。对啊。啊，对对对。我的天呀，你这是捡到大漏了呀。能有多大漏？多大漏？就这北洋龙壁面上没伤的一块三四千。三四千？对，一块就三四千。但是就带错的，这可能要便宜点，因为有伤，嗯，也得两千多块钱。哦，有伤的一个还是总共啊？一个呀。呀，这一个比我总共还贵了呀。那肯定呀，我就说呢，嗯，你这是捡到大肉了。那可能是你那个同村的邻居啊，可能不懂。这要是懂的话，肯定这个价格不会给你。那他肯定不懂，嗯，他当时我都按银子给他买了，按银子来买的，比银子贵一点，在俺们农村啊。有这老年人啊，都用那打首饰，做首饰，那是以前的事了。嗯，现在谁拿银元做首饰啊？你就普通的大头一块也得一千多，哦，一个银手镯买的才也都两三百块钱。哎，我问俺爷了，俺爷说了，这用过去的银元打首饰好，辟邪。看这个还是29年的，29年，二十九年比34年的要少一点，又贵，贵个一个贵个两百块钱吧。哎，一个贵两百块钱没问题。你这样，你看看这五个总共多少钱？嗯，卖给你，确定要出手了。这转手都赚钱的生意，赚那么多倍，咋管不出手的？那行，那我等一会儿给你算一算。行，你也回去可以问问你那个邻居是吧？嗯，他要愿意出手的话，上店里来也可以。让他来。你反正没事，你放心，咱都懂规矩。嗯，你既然介绍的话，肯定有茶水费啊。你这会干生意吧？让他来，我能赚20倍不能啊？对不对？问一下，就他那个胖胖的大头多少钱一个？大头的话就比较便宜一点，普通的1200，当然了也有贵的。你看他这个分年份的，一般的3年、9年和10年，但是里面还有个8年的。哦，8年的比较少，8年的跟这个北洋龙价格都差不多。哎，你说的也太专业了，我都问你一句话，嗯，我要一个200块钱收的，我亏不亏？那你肯定不亏。不亏啊。整，叫他赶紧变现，变了之后我给他商量，我让请他吃顿酒，叫他东西都200块钱给他买回来，然后卖给你。哎，多少给人家添点，毕竟是邻居呢。添点好，啊，听你的，添50块钱，250块钱一块。哎呀，那行。啥时候你收来了之后，你想出手的话，你到时候来找我。中，我先看看您这一波说的对不对啊？行，那我就给你算一算。行啊，嗯。你好，想弄点啥？老板，这夜店这么凉，我给俺弟一人留了一块银元。一人留了一块银元。对，我不了解它的价值，我想叫你过来给我参考参考。哦，参考参考。对。那你管它价值高低呢？爷爷给的，留起来不得了。我是张杰利，我还有个小弟。俺爷说了，叫我先挑。哦，我知道了，你下面还有个弟弟，等于说你跟弟弟啊，一人一块儿。对。啊，你想了解一下他的价值？我看一个新一个旧，是不是这个新的更值钱？嗯，我看了一下啊，两块都是北洋龙，一个是 PCVF25分，不过这个是26年的。26年的相对来说比较少啊，然后另外一个是34年的，
分数比较高，没有流通过 ，MS 61分算是高分了。两块都是北洋龙，你还别说，你爷爷留的这两块东西啊都不错。只见一号收藏的容易，喜欢收藏这个，对，都留下这两块。哦，那下面想知道价值的话，我就讲一讲。说价值之前呢，咱们先讲一讲这个北洋龙。北洋龙有25年的、26年的，还有29年、33年和34年这几个年份。这里面有一个34年的哈，26年的，确实26年的。在北洋所有的北洋龙里面数量是最少的，在北洋龙里面称为龙王，数量非常少，价值呢也相当于来说比较高。银元跟其他的古玩一样，也是物以稀为贵啊。它的铸造量少，那它的价值肯定就高了。像这个壁面底板非常的干净，但是流动痕迹啊相对来说多一些。在这26年的北洋龙里面已经算是好品的了，因为它的铸造时间比较长，本身铸造量也少，流通的时间长，所以好品非常少。就这个品相的，我估计啊，价值4-5万没问题。你说这一块这也值4-5万吗？对呀、啊，它不是普通的北洋龙，这个是26年的，刚才就说了龙王，龙王价值当然高了。可旧，那这个显的是不是得比这个还值钱了呀？这个是34年的北洋龙，没啥版别，很常见的一个长尾龙，数量就属它最多，北洋龙里面就属34年的最多，没啥版别。不过好在它的分数比较高，状态比较好，你看龙鳞包括字口都非常漂亮，带钻光。像这种的话，我估计啊，应该在1万到15000之间。那老板，你说这一个怪新，反而比那个旧的还便宜。那对，34年的北洋龙啊，是所有年份的北洋龙里边数量最多的，所以它的价值肯定不会太高。现在呢，这俩价值啊，都已经估算了。那你得挑哪一块啊？那我要这一个旧的。要这个旧的，对，叫这个新的留给俺弟，俺弟他还小着哩，才20出头。20出头，对，他留啥他还留不好。哦，是的，有时候年轻，有时候就因为这已经算是传家宝了，对，有时候不爱惜不珍惜的话，有时候就弄丢了，或者是送人了啥的。对，他小孩姐他也不知道因啥，我要这个旧的吧，这个值钱、你说这个能值15万，那我10万块钱卖给你，老板你要不要？卖给我？对，卖给你。你不是你刚才说你爷爷才给你的呀，现在卖了合适吗？你看我这个宝也不好，我卖了我正好没个好宝、我这没一套豪华老品，是不是？哦，确定要出手？哎，出手吧，反正俺爷给我了都是我的了，是不是？要不要回去跟弟弟商量一下？这没事儿，我觉得这个写的给俺弟、把这个直接给他了。对，那行，那下面我给你简单算一算。嗯，你好，想弄点啥？老板，找你帮个忙，你看有没有啥专业的工具，叫这个东西一劈两半。一劈两半？对呀，这是一块银元呀，还是一块照壁种厂，这么好的银元为啥要一劈两半啊？那多可惜啊。说一这我都来气啊。啊，这个银元本来是啥吧，是俺爷他传给俺爸的，当时俺爷是吧、还有4块银元。有4块？对，他还有4个人，俺爸老大。哦，一人一块？对，一人一块，不偏不向，只有一个带龙的，然后俺爸是吧，他是属龙的，所以我这个带龙的传给俺爸了。哦，那挺好。对啊，这挺好的呀，这不是，但是从俺爸到俺这，我还有个弟弟，俺带俩。带俩，然后俺爸嘞叫这个姻缘吧，给我了，但是俺弟不知道。哦。这后来这俺弟不知道咋知道嘞，有这个姻缘了，然后都是说这个东西可值钱嘛。他因为这个姻缘是吧，俺俩吵了不来了，到最后。因为这块姻缘吵架了。对，现在不愿意。对，要给我整这个姻缘、到最后俺俩和解了，说的是啥吧，咱这个姻缘是吧，一劈两半，意思都是谁叫俺爸谁也不偏谁也不像，一人一半，把这块姻缘一划两半。对，一人一半。对，这不是在家里边吗，这上面还有个印子呢，我拿个小刀子搁那划划，没有划开，太硬了。哦，确实我看到了，这是你们专门划的？对，找刀划的，划不开，这不是想说你不是专业吗，那应该有专业工具。哦，一划划一劈两半。啊，你的意思是来我店里让我找工具把它划两半，你兄弟俩一人一半。
对，皆大欢喜多好嘞。哎呀，想法非常好，也确实挺好。就老爷子就一块银元，一人一半那挺好。但是银元跟其他的不一样，你比如说你说老父亲有100块钱，那你们兄弟俩一人分50，对吧？那挺好。但是这银元跟那个钱还不一样，这块呢是赵壁总厂，在龙阳里面非常出名，龙阳三剑客之首就是他。哦，价值相对来说还真不低。哦，价值比较大。正常的，如果壁面没有戳记，没有划伤，字口清晰，龙鳞清晰，这一块1-2万。1-2万？对。管管那值钱吗？但是你们现在你看，就这样，你们用刀子划的是吧？哎呀，太可惜了，这不划多好，用刀子这一划一下，它这个损失啊，最起码一半以上。一半以上？对。那您的意思不到1万？那现在肯定不到1万了呀。耶，你知道啊这？那我下面再跟你说一下，如果说呀，你就像刚才像你说的，拿工具吧，把它拉两半，你们兄弟一人一半，你知道它价值还有多少吗？有多少啊？也就是银价的，一块银元20多克，银的现在一克应该是5块多，按5块钱一克算，100多块钱。那更值钱了。你们兄弟俩一人几十块钱，明白不明白？董事长，你是这样，我给你一个提议，回去啊，跟你弟弟商量商量，你们不是要平均分吗？对。你们实在不想收藏，你们可以直接卖给我。卖完钱你们俩平均分也行，这是第一点。第二点呢，父亲把这个银元给你了是吧？对。哎，给你了，你不行你自己收藏，你补偿你弟弟一些，补偿个几千块钱，对不对？也行。说实话，你们把用刀子把这划了之后，就这已经对他的这个价值，这损失已经非常大了。你真是拿两半，真是一文不值了。你说这我谁想到了这真是豁然开朗。刚才你也说了，你这爷爷是吧？那传给你父亲，你父亲再传给你，这说实话，这就是传家宝，对不对？ 对， 对，你何必把它破坏掉呢？是吧？老板，我看你也是个实在人，说话还给我出点子啊。那我回去给俺弟弟我商量一下。对，他要愿意要钱嘞，不中我给他几千块钱。哎，对，我留着，有事好商量嘛，毕竟是亲兄弟呢，对不对？不中我来叫他过一块。咱俩来人店里，哎，卖多也让俺看看，省得我弄那。哎，可以，那这样解决挺好，是不是？省得这是俩兄弟生气了，来收起来啊。好，好好的放着，别再回家拉了啊！再拉一拉，真是不值钱了。行啊，谢谢老板。没事。你好，想弄点啥？这俩银元，你看值钱不值钱？我先上手瞅瞅。啊，你得看看，先点一下吧。行，嗯，呀，两块传扬不错，这两块传扬都非常漂亮啊。这个是中华民国23年的传扬，分数给的是 MS64+，我的天呀，极品的品相，车轮钻光，还带底彩。嗯，这种分数的传扬很少见呀。常见。嗯，看来。老弟这收藏的实力不俗啊。嗯，多东西多。东西多。嗯。呀，这是22年的传扬。嗯。AU58分。哎，这个品相也非常漂亮，也有底光。挺好。这两块银元要出手变现。对，去年买的。去年买的。对，几年前卖了不要要。哎呀，那去年买的今年出会不会有点亏啊？嗯，亏啥？500多年买的。500块钱？嗯，一个500块钱还是？对，一个500。一个500。嗯，2000。2000。嗯，对。500块钱能买到传扬吗？我的天呀，普通的传扬你也不好碰到呀。你这在哪儿买的？在银元店里买的。银元店？嗯，专业的银元店。对，东西是不给假的，这个你放心。我看了壁面，这一眼开门。嗯，东西不假。对呀。但是跟这个价格不符呀，这有啥不符？普通的23年的传扬就是通货，嗯，现在我们收也得收到1100，你可去年的时候我们收得收到1200、1300，卖最起码得1400、1500，这我捡漏了，这是极品呐，
这64家的分数，开玩笑呢，去年买这一块银元没个4000到5000你买不着呀。捡漏了可能是。捡漏了。嗯，对。再说另外一个，这个22年呢价格更高。传扬分21年、22年和23年。21年的很少见，因为最低的也得几万，贵的都几十万。但是22年数量也少。这个在去年如果买的话 ,A58分这么漂亮的传扬没个4000-5000你也买不着。你说你花500块钱买的，老弟这不对。这肯定不对。啊，看来骗不住你。啊，你到底从哪来的？嗯，这是我拿了俺姐夫的，是吧你师傅。拿你姐夫的？嗯，对，我姐夫收藏的。哦。我去给他借钱去了。啊、哦。嗯，他说的意思就是叫我去找个板上。啊，那是啊。然后我不是不想上班吗？我给他说的这天热，等凉快了我再去上班。哦、他不愿意给我。啊、哦。然后我就偷偷拿了他两块银元，我想先卖了，先用钱。啊，等于说你现在想没钱花了？嗯。你跟你姐夫借钱，你姐夫没借给你。让我去上班。嗯、让你去上班，你不去。嗯。然后你这你偷偷拿你姐夫的银元，嗯，来换钱。对呀、啊。老弟，这样做合适吗？合适。这不是你的呀。这银元我刚才也看了，非常漂亮，我都说了，如果说是你自己的，我肯定又收，还并且给你一个很高的回收价。但是你说你拿你姐夫的还偷偷拿，这种行为可不行啊，这种东西我不能要啊。不是老板你别迷，我跟你这样说、啊、我都这一个姐、啊、他不帮我谁帮我，对不对？我这今年给他借好多钱了啊，这还不差这一次。不不不不不，这你这事闹的，你别说这是你姐夫的，你即便就是你父母的，你父母没给你，你偷偷拿出来，这也不行。嗯，我父母了，对不对？我才敢拿来。我别说拿两块，我得拿拿20块。你这样吧，你回去跟你姐夫说一下，哎，你还给他借钱，你说他不带你，他实在不借给你了，你给他把这个银元的事，你给他说一下。你说我拿你两块银元，你不借我钱，我把银元卖了，你把这事给他提一下，回头再说。但这个银元，反正我是要不了。嗯，我是肯定要不了。老板出的好主意，他不给、啊、不借给我钱，俩银元我不给他了，我叫他偷偷的。哎呀，这必的，要钱给我再银元。不是小伙子，我看了小伙子、嗯，你今年啊，今年应该有没有30-40岁也差不多了吧？嗯、我22。你22，我看着也不像22了。该找工作找工作，好好自己的生活自己来打理，对不对？你自己挣钱花，那多硬气啊！好了。